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日本最怕的四个国家，俄罗斯只能排第二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，一直谋求军事上的独立发展，然而受限于和平宪法，日本的军队只能称之为自卫队，武器发展也受到限制。而且截至目前，日本缺少大规模攻击性武器，譬如潜艇无法对地攻击，战机缺乏对地导弹，驱逐舰同样没有对地巡航导弹，所以日本的军事力量根本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强。尤其是在二战后，各型武器装备严重依赖英美等国的技术，自主研发的运输机也是各种问题，五代机也玩不转了，未来日本的军事实力依然堪忧。那么日本最忌惮的四个国家都是谁呢？很显然，美国肯定排在第一位。 No. 一，美国作为日本的大腿，可以说在美苏对抗时期形成了固有的关系，那就是日本当出头鸟，美国在背后全力支持。近些年日本配合美国完善国家防御系统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但是如果日本没有美国的支持，日本在亚洲也就混不下去了。何况日本的海空军武器装备严重依赖美制武器，惹主子生气的事日本可不敢做。 No. 二，俄罗斯因为南千岛群岛问题，日俄近些年口水仗也好，军队部署也罢，明里暗里谁也不服谁，但是日本骨子里是怕俄罗斯的，毕竟俄罗斯拥有世界第二大规模的军事力量，无论是导弹、战斗机还是战略轰炸机、攻击型核潜艇，日本根本招呼不住，有事没事派轰炸机围着日本画圈圈，这事俄罗斯可是屡试不爽。 No. 三，中国战机水平、驱逐舰水平乃至航母建造水平，时至今日已经完全超越日本。歼二十的出现彻底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无语凝噎，而055大型驱逐舰的下水更让整个亚洲望尘莫及。在未来中国驱逐舰、航母形成团战能力的时候，中国海军的实力将独步亚洲，显然这是日本不愿看到的，但是这一定会发生。 No. 四，韩国虽小，但是搅混于大国之间，韩国的地区战略影响力也就凸显。日本怕的就是韩国脱离日美同盟，因为在亚洲，日本实在太缺一个可靠的朋友了，哪怕能拴住也行。